王千恩，你看看伊这女婿都是点嘛，那建议伊无经阮小弟啊。我无想要回答，这么无聊的问题。你嘛袂记哦，你有答应过我，袂去接近着青海，啊你嘛同款，你咧杜城王千恩呢，对吧？迄个是你一个人囡仔，你啥物门都无放过，你好啊，将伊人来救的拢无。你干阿想要安怎囡仔生落来？ 干嘛要坐船？你敢有叫我伫我安全带我去上过？啊，车是歹去啊，是吧？真正臭味大味的，叫你食手啊！啊，我的车过路啊，麻烦恁派哦，拖车过来。你毋是前摆车啊？啊，车歹去啊？你是安怎无先检查看卖，看这个车是出什么状况啊？那有个发烧啊！啊，你先了着急，是不是囡仔破病啊？搞袂当互我看者。伊前不刚才发烧尔，毋知影啥物，今日佫用用烧起来。 伊即摆状况，若是搁继续拖落去，上可能变成死啊！爱赶紧送去病。其实无弄着我，是我家己跋倒才会受伤的。啊，不过迄个阿姊佫一直甲我回信嘞，啊，伊伫遐。叔叔，我妈妈讲爱甲你说多谢。怎啊？你到底佫要欺骗阮某某偌济代志？